位于一个绝佳的地理位置，处在苏门答腊岛的边缘，隔着孙纳海峡直接面对爪哇岛，这就是 Dumbling Wildlife Nature Conservation， Dumbling 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简称 TWNC 的所在地。占地45000公顷，是总土地360000公顷的南 Bukit Barisan 国家公园的一部分。此国家公园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行列。TWNC 是个由纯正的热带雨林与土生土长的植物和动物群、原始的湖泊、河流和其周边海域组成的生态王国。TWNC 是由 Arta Graha 关怀基金会管理及保护的，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林业部协同管理。在这里有一座1879年建造的灯塔，依然高高耸立，它见证了1883年卡拉卡陀山的大爆发。这灯塔如今仍运行良好。TWNC 与政府共同致力保护遗留给下一代的这历史古迹。这里也是其中一个被荷兰和日本占领过的地方之一，原因可能是因为其良好的占地位置。Dumbling 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是很久以前，它的自然也曾被人类和大自然本身破坏。通过艰苦的努力和付出，Arta Graha Peduli 恢复和抚育该地区，直到它恢复原有的天然性。我们的主要支柱是保护。我们已在 Dumbling 各处种植树木来保护环境，培育它成长，拟定栽培方案。于此，我们希望我们将能够对全球暖化问题做出贡献。我们也尝试消灭曼当安，一种能扰乱主要树木和植物生长的外来入侵物种。生态旅游，我们组织一个负责任的生态旅游给有限的游客。为了不干扰生态的平衡，我们提供令人兴奋的日间和夜间野生动物园、湖野生动物园，还有丛林越野，让游客可以深入森林，提高人民技能。我们帮助在边境森林区名为邦阿嘎罕村的一块飞地，支援他们与健康服务、学校设备和他们所需要的其他基础设施。我们帮助村民掌握综合农业知识，也雇用他们为节约工人，作为我们的方案之一的帮助社区一起拥有更有持续性的生机，共同迈向保护大自然的基本目标。其中一个例子是激励他们扫除在海滩上的有机垃圾。环保促进活动，许多由国内和国际知名人士及媒体参与的大型生态促进活动曾在这里举行过。我们也赞助各种其他环保活动。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分享我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老虎保护区，老虎是印尼和世界濒临绝种的动物。我们关注苏门答腊虎的求存。我们建立苏门答腊虎救援中心，以保护它们的栖息地，把它们从苏门答腊的各冲突地区搬移，训练它们找回在野生环境里求生的能力，并释放它们回归大自然。有更多新出生的野生小虎，证明了 TWNC 是保护苏门答腊虎的一个好环境。我们彻底明白，除了地球，没有任何生存的地方。变暖和其他环境危害的发生，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来实现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梦想。这并不容易，但我们相信，同心协力，我们可以拯救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家。